主席，叫他们早点回来就不用浪费时间了，你经常说的运用你的影响力。关于这个即是第一项的合并辩论没有修正案的十四个总目，王国兴又走了，他经常在讲时间，不好意思，你要给少少时间我回应他的 ,OK? 他说浪费公帑已经255万了。那我就想告诉他听呢，我们有69个议员可以就这个第一个合并辩论14个总目发言的。每一个人讲15分钟就差不多1000分钟。再乘14个总目就14000分钟。那你跟我除一下60分钟一个钟头几多个钟头，好清楚的，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发生的，主席。啱唔啱？不过按照过去的习惯，在这个即是所谓没有修正案的附表，因为没有人提修正案，咁于是就没有一个辩论的空间，咁于是发言的人相对就比较少，就不等于是不可以发言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必须要搞清楚，他是要讲给全香港市民听。如果有睇緊电视那些人呢，我想听我讲的多过听他讲的了，因为我们讲的很合逻辑有道理，不是跟你斗大声，是吧？不是被你在这里偷换概念可以欺骗市民，是吧？大家会看的，为什么坐在这里不开会呢？为什么坐在这里不讲嘢呢？开会就是讲嘢的了吗？什么叫会议啊？两人三人以上循一定规则研究事理解决问题，这个就叫会议了。啱唔啱？主席，一个人就叫自言自语，两个人就叫 dialogue 对话，三个人循一定程序研究事理解决问题，此为之会议。喂，这里69人的不讲嘢，食鸦药，但又不给人家讲嘢，人家讲嘢就说人家拉布，是吧？拉什么布之后我跟你解释了，我现在就这个十四个总目我都是揀三个来讲的嘛。所以呢，不要混淆视听，是吧？不要摆这些东西，你又给他摆无所谓，我就比较宽容一点的，是吧？不需要你老人家说啊，现在代表是拉布，李慧琼都给他摆，无所谓，这个明日之星就来做民建联主席的了，是吧？就来做特首都未定，给他摆无所谓，大家斗做。王议员不要离题了。现在讲回正题咯，还有几分钟，又好像不够人了，主席。